的偶像剧《勇敢说出我爱你》下午举办造势的活动，帅气的贺军翔首度跳脱高富帅的框架，饰演单亲爸爸。不过，全场关注的焦点却全都集中在他可爱的女儿身上。长大会像妈妈一样漂亮，无辜的眼神，天真的笑容，她就是现在最火红的童星吴若瑄。在戏里饰演贺军翔的女儿吴若瑄，让整个剧组的人都为她疯狂。我在戏里面跟别人吵架，可能是严厉，但是不会怎么讲，像以前那种可能年轻气壮的方式这样。贺军翔直呼看到他都想自己生一个，而从小就打算生儿子的张景兰认识他之后，更改口说以后还是生女儿好。我们家都是女儿嘛，只有爸爸是男，一直很想要生儿子，可是跟 Ella 相处下来之后，觉得说女儿也蛮贴心，蛮讨喜的。我是吴若瑄，爱妈妈。You are my Ella。 深邃的五官，中文、英文还有西班牙文都难不倒她。Ella 是中美混血儿，今年8岁，出道4年已经拍过20多支广告，粉丝团成立2年就累计了1万多名死忠粉丝。小女神长大后的模样更是让人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